著名的诗人歌德曾说，哦，意大利，这块土地使我愉悦，艺术和自然在这里和谐共生，使我终日沉浸在无尽的欣喜里。身为文艺复兴的摇篮，意大利向来有着举世公认非常美好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常年位居台湾人最喜爱去旅游的国度的第四名。然而，当我们身在一个如此地狭人稠，而且步调极快的台湾，那到底我们又能够如何去领略到这种所谓的意识生活哲学呢？这个正是全新的 Maserati Great Khalid GT， 一台实用、宽敞、充满异国情调，非常适合拿来一起过日子的休旅啊。那当然了，为了要能够实践这个所谓的意识生活哲学，在出发之前，我也特别上网跟一个所谓的深度语言模型机器人去讨论了一个普通意大利人的一天，里面非常详实的记载了一个普通的意大利人一天的生活作息和他的行为模式。理论上啊，应该要能够让人好像度过了仿佛置身意大利的一天才是。Buongiorno， 确实啊，身为一个意大利人哦，这个时候你应该已经刷了牙、洗好澡、梳洗完毕，并且开始在思考究竟今天晚上到底要吃些什么。你可能会和你的室友、家人、路人，甚至是路边的猫咪讨论关于晚餐的选项啊，看一下 Corriere della Sera 晚报里面的最新消息，或者是 La Gazzetta dello Sport 体育报里面的足球评分啊。并且来到位于你家最近的 Espresso Bar， 享用一杯热腾腾的意式浓缩咖啡。Hey， 啊，真香！哦，好像是时候要去公司了。早上8:30，你可能会骑着你的机器脚踏车，或者是驾驶着你的 Maserati 往工作的地点前进。当然了，将迟到30分钟视为一种礼貌的意识生活哲学，可能不是那么的适用在台湾的步调之中啊。不过说到台湾和意大利之间，其实是有诸多相似之处的，比方说交通都很混乱啦，经常有汽机车争道的现象发生啦，而且同样都有很多的狭窄的巷弄啊，道路的铺装品质也不这么理想。不过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庆幸自己开着的是一台 Great Khalid 啊。就我开始可以去理解为什么这台车除了吸引到了很多过去不曾拥有过 Maserati 的买家之外，也饱受女性朋友喜爱的缘由。因为即便像我们现在深陷市区的车阵里啊，不管是它的转向手感啦、提速的感觉、调度车身的反应啊，其实都非常的轻盈啊，就至少不太像是一台2046公斤的车应该会有的驽顿。再来啊，就是它的氛围，尤其像今天的天气比较阴，但置身其中，不管是它的视线、它的采光，其实都有非常良好的演出哦。尤其这还是在用上了黑顶棚，而且 A 柱异常的粗壮的前提啊。一方面是因为它标配了全景天窗，再来啊，就是这个非常新颖的全数位界面，都让它展现出了一种非常明亮且通透的感觉。而且我发现个中的关键其实是在于它的头部空间实在是太出色了。像我这种标准身材的男子，不管你今天将坐高调到最低或者最高啊，其实你距离车顶都还很远。在科技感的演绎上啊，它确实浑然天成，至少不像过去某些的 Maserati 型号有时会给人一种仿佛硬上的违和感。
比方说这个兼具了时钟、机指表，甚至是语音助理功能的数位实际，就是一个可以去呼应到传统非常好的尝试啊。那当然了，在内装的质感上，坦白说，这毕竟是一台比较入门的 GT， 即使在压花上，它尽可能的趋于一致，但在某些部分还是难掩一些比较硬的塑料感。假如你对于 texture 真的格外的讲究，你可能会想要考虑在用料上更高一阶的 Moderna 车型。但相比凡事都要靠选配的某牌啊，至少在标配上它非常的有诚意，包含像是抬头显示器啦、无线充电盘啦，乃至于完整的 ADAS 都在它标配的范畴。很不想这么说，但这一刻穿梭在这种熙来人往的巷弄之中，真的让人有种回到了西西里的感觉。而我就是在那边第一次认识这台车子的。身为一台强调人车合一的意大利车，在一般模式底下，你不单可以单独的透过它的换挡拨片快速的切进倒档，最重要的是它甚至具备了这一组解像力极其出色的环景摄影系统所以即便像我现在有一点匆忙，试着想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停进位在公司旁边咖啡店前面的路边停车格，也能够快速且精准的完成这个。这怎么了吗？ What you doing？ 这怎么一回事啊？哇塞哇塞 ，What？ 不可以这样子啊！你刚才停在这边。话说，意大利人素以肢体语言异常丰富而闻名，所以我现在就要用非常经典的“你到底在说些什么鬼”的手势来问候这一位看起来异常激动的先生。What？ 怎么了吗？你好你好，那个刚车子差点就撞到了啊！抱歉抱歉，你有没有吓到？我对不起，我受惊了，对不起对不起，难免嘛，对，没事，好好好，谢谢谢谢，小心注意安全，谢谢，拜拜拜拜，上班加油，快停。好，拜拜拜拜拜。拜，加油加油加油！真是一位非常和善的先生呢。不过话说，正宗的意式早餐通常富含了一杯咖啡，还有一块浓醇香的 Cornetto。不过你可能会非常好奇，为什么这边明明都有着座位，可是我却选择要站着来用餐？如果在意大利本地，你要坐座位的话，其实是要负担额外的座位费。再来就是，我如果再不赶快用晚餐，我就要上班迟到了。好了 ，Cheers。你知道，通常这种意大利的咖啡店是没有烘焙师的，所以他们顶多只会把这些 Cornetto 去进行一点预热的动作，不过依然充满着油脂跟香气。我要去上班了。Lunchtime！ 谢谢谢谢谢谢。关于午餐呢，老实说，意大利人往往解决的格外有效率，通常都是因为他们想要去把握这个堪称史上最长的午休的时光。根据报道指出，意大利甚至有高达三分之一的婚外情都是发生在午休的时候。当然了，也是有一些像我这样子的正人君子会选择去学习，去增进一下自己的能力。比方说，像我现在不得不加快我用餐的步调，就是因为今天好烫，我即将要学习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小斗士。当然啦，
身为整个 Grand Collie 车系当中最入门的 GT 车型，你可能会很好奇啊，在驾控的表现上，它是否能够去符合一台 Maserati 应该要有的水准啊？尤其这台车不单它的动力被下修到了300匹，没有气压避震，也取消了电子阻尼可调的功能，就连驾驶模式也都只剩下非常单纯的 Comfort、 GT 还有 Sport 三个选项啊。即便它已经选装了 Trofeo 身上那套六活塞的卡钳，但包含像是这个朴素的19寸框胎啦，甚至是它的避震设定啊，也都更趋舒适取向。一来啊，这个45.9公斤米的峰值扭力啊，不止非常的 punchy， 重点是它具备了一个可以去弥补涡轮在开始增压之前迟滞现象的 e-booster 电子涡轮的设计。基本上只要你选对模式，你都可以感受到这个相当灵敏，而且是有一点神经兮兮的油门响应。而且因为它的峰值来得比较晚哦，约莫要到2000转才可以输出它的最大扭力，至少在整个加速的过程当中，你比较可以去感受得到它的层次感。而且即便这不是一个非常高转取向的引擎啊，中后段的延展性啊依然非常的不错啊，而转向相当的轻快啊，但在回馈这件事情它是非常细致的，跟进方式积极度都会让你觉得它仿佛与生俱来就是为了弯道而生。就即便它并不是最运动取向的 Grand Collie 啊，但它处处都充满了意大利车对于驾驶这件事情的仪式感，包含像是这个被设计在方向机柱上面的金属打造的换挡拨片啦，还有在加速的过程中有一点催情的吸气跟泄压声啦。在这个级别的 SUV 里面，这并不是一个那么寻常的特质，而这件事让它充满了万味且无可取代。我能说什么？弯道是意大利车的故乡，对，它不单是爱快的故乡，它是意大利车的故乡。这一刻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 Maserati 会恰巧把这台车的尺码设定在介于 Macan 跟凯宴之间。各位观众，535公升，如假包换，非常平整，有纵深，而且进出也非常方便的行李箱空间。话说，身为一名角斗士，你的装备可是一个都少不了啊。但这台车不但放得下所有的东西，重点是你甚至还可以把你的对手都放在里面，完全不成问题啊！而且这个侧面啊，甚至还有这个长到让人有一点不可思议的绑带的功能啊。不过，你确定这是角斗士的服饰吗？怕你的肌肉太壮，要遮一下。Much later。我觉得这超破烂的，这一点都不像角斗士。据说早年的角斗士们，他们会参考以前古代神话里面的战神 Ares， 他训练自己的方式，在前臂上面负重。你确定这样我的盾牌还有保护的效果吗？没关系，你是要砍人，你不会被。接下来就是找个合适的标的来训练我们砍劈的能力。对不起，我忘了要还。
And yes， 身为一个意大利人哦，晚餐可说是最重要的社交场合。一顿饭吃个3小时哦，可谓家常便饭。所以通常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先来一点餐前酒来催化一下气氛，帮助你进入状况。唯一的问题是，我和我的几位好友相约晚上8点用餐，但他们很显然的都还没有到现场，所以没关系，请容我先享受一下独自饮酒的美好时光。Cheers。哎，坐，好久不见嘛，好，坐，哇，好久不见。你知道，通常在这种气氛还略有一点尴尬的时候，朋友之间可能会亲吻一下脸颊，打个招呼，聊一些茶余饭后的话题。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来尝试一下，Oh mamma mia, perché stai diventando sempre... Oh mio Dio, non vieni. Mamma mia, ti voglio bene tanto. Ma non mi piaci. Oh ehi, è tanto tempo che non ci vediamo. So qualcosa che non ho bisogno di sapere. Allora hai visto la partita del Milan ieri sera? Non sto guardando la partita. Non stai guardando il calcio? Sono triste. Possiamo mangiare? Ehi amico mio, come state ultimamente tu e la tua ragazza? Fa abbastanza freddo di recente. Wow, anche tu hai freddo. Quindi state al caldo insieme? Tienici al caldo. Oh mamma mia, mamma mia. So qualcosa che non ho bisogno di sapere.事实证明啊，在台湾想要全然的比照意大利人的生活方式和步调办理，绝对是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过你其实也有一个更 easy 也更无伤大雅的方式，比方说拥有一台 Maserati 的 Great Khali GT， 就能够时时刻刻的让你的生活都充满着意式风情。我的天，这么绝妙的点子我怎么没有早一点想出来，肯定是喝的还不够多。好了， Buenos Aires and ciao。